1959年创办嘅《明报》，今日60周年，《明报》60周年，提出《明报60》求真如一嘅口号，今晚举行报庆酒会，《明报》一众员工、政、商、文化演艺界朋友出席，一齐庆祝《明报》60岁，包括世界华文媒体有限公司主席拿督司理张奕兴医生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、世界华文媒体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张求昌、明报总编辑梁享南，现场衣香鬓影，